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磊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《火影忍者》手游了。今天是由这个网友叫风迷一世啊，还是风魔一世，这个提供的账号啊。他这个有，我们看他忍者，他有那个疾风天天啊，疾风天天啊，这个。然后还有个九星奈 B 冷啊，他刚才还没有一个 A 冷。我看一下他下面啊，这个波纹水门也不多，右怎么才一片？哇，迪达拉就差一组啊，微段跟我一样也就两片。哎，不，他这个可能也都是没经常玩啊，就是随便玩一下，然后也充钱充了挺多哈，直接充了 V 七。我们直接他这个阵容来打一架啊。那我们带上闪电啊，看他有没有霸体，哎，有千叉，但好像。还是带个霸体，带个闪电不错啊。就是我们他的，他这个这两天都没打，他可能在读在上学，所以说就没时间玩。顺带借我玩一下，然后他有这个疾风天天嘛，我们就可以拿他的账号来试玩一下。我们直接开打吧啊，先用他这个阵容。见习一这里面可能就比较容易啊，见习一里面好像都是新手很多啊，最原始的阵容，积分七方吧，小七方，刚好可以拿来练练手对吧？他这个技能不能停啊！我操，怎么连不上？搞什么飞机？我操，我怎么方向还搞错了？把他被人家新手虐那一下，好不好看啊！哎呀，这个疾风天天说实话不好连招啊，他们好像连秘卷啊召唤都没有，那我们不欺负他，我擦，开个大你就死了，我们暂时也不扔召唤是吧？直接开打了一下，对方叫白秋白。戦闘开始。敌人都在试探性的啊。这个珍宝莲啊，看他没分身。直接搞定他！天天想要连招，感觉找不出那种感觉来哈。昨天也玩了一个网友的账号，也有一个疾风天天。疾风天天就不知道下次疾风三层有没有啊？本来还以为这个月的那个线人是天天啊，没成想竟然把他上到疾风三层里面去了。不过还好，也不是很强力啊。说起来，主要是打这个剑姬的新手都很好打，强应该也是还可以，蛮强，就是运不惯啊。也不是不强，要运的会运的来，肯定很强啊。这是从最底层开始打的。应该都很好打，肯定也是拿他天天来练手啊。这家伙怎么这么傻？他连秘卷都没有啊！不好连啊，还没旗袍天天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是他能做成旗袍天天那么连人就好了。感觉旗袍天天还更能连人啊！你看，我们去把它调一些阵容啊，换一个，把它直接分身搞掉。
哎，他还能连下来啊！然后就搞两个，搞三个天天玩嘛啊！他应该不知道他有没有七八天天啊？反正要有七八天天可以搞三个天天，没有七八天天的话，那个天天我也肯定不考。罗莎还挺能跟我的啊！打死！私が出ると思ってんなら、それはとんでもなく大きな間違いよ。只有在这下面可以虐两下，可能到后面好的忍者出来打就不好打。昨天还用网友的账号打人家，后面都是很强力的啊。然后看有没有气泡天天，没有气泡天天啊，就一个天天，这个天天用不完，那就算了。这个还是就这个阵容吧，就不换了。你这波又阵容就起的，就是加了几个标点符号。你这波又感觉在什么那个电脑上面玩，好像是《究极风暴4》里面感觉好像不是很厉害吧？在这手游里面还简直就是又神对吧？又完了。还不用分身，不好连啊！动不动就他就保护了。上二技能的时候不会停，哇！还有看果，还错边了。哇，还带老实的啊！砸死！现在新号啊，就是随便注册一下，然后什么，充值6元就有送这个佐助。靠，换这么多蜘蛛！已经算大，知道打他应该很容易的啊。吃炸子，当年玩就没有没拿到这个佐助啊，要不然就可以凑个积分七番玩。操，连不上，好像就两个召唤嘛。好，炸！这是，哎呦天，这个普攻又不好，虽然很花哨，但不好连。你放扔，旗袍天天背后背着一个那么大的剑啊，剑走。不是旗袍，是疾风天天，我说错了。疾风里洛克，这家伙有三个逼人，就有点难度了啊。只有这霸体的说啊，那就要喷你了。偏差，歪了歪了，这都能给他削到啊！
不我吃死了，开个炸我就死了。他怎么不开大呢？我死了，他怎么不开大呢？开个大他就赢了，是吧？这么多机会给他开大，他不开大。戦闘開始。老色你，我差点给他影子打了啊！这个疾风天天还是，攻击范围挺远的哈。不打了，他也不敢过来，乱扔乱扔，一阵乱扔。直接劈死了、有闪电的还是带闪电利剑比较好啊，这闪电哇这个卡了啊，靠突然信号变成一准了，没好控好少卡，等他霸体过了他就 只能配我蹂躏了，两个跑，两个跑来跑去，哟呼，你见到我，我操，这倒也是错不了啊！啊，这么快有分身啊？这我算错了啊！我擦死了、我怎么躲在那个角落、哎他就一个卡卡西的还好就不要升上来这个国家队我看是挂机的啊，因为这种队伍在剑袭底下基本要么挂机要么就是挂机，因为这个月初嘛是吧，不是挂机就是月，我操你在怎么玩人呢，挂机还是这样的啊，哇这好像真爽啊，我操挂机还给他打这么惨啊，靠人妈的反身打我，就有距离抽你算了，那个分身就行了，多把他几个分身骗了也好快点把他解决掉啊，滴答啦滴呀滴答啦，操又给他挣了一点，蜘蛛可不能给他蹭人，我操！哎，他分身了啊！靠，这样子扔歪了啊！直接给他挂机搞死，大招扔坏了啊！一个挂机搞死了啊，太可悲！戦闘開始。電
他咋没垫下来啊？盘子，擦，打他个挂机的东西这么难？又给他蹭了个点，别放个老师，让他慢慢享受吧。靠，他还犯这个规，我还有啊，打个跨机还打这么辛苦，这低塔他的技能会跟人，很麻烦啊。我操，给挂机的都给打死两个。丢人啊！戦闘開始。丢人丢大话了啊！操！你个挂机的砍这么惨啊！我也醉了啊！你要是迪塔拉挂机也挺麻烦的，这右也有点讨厌，等他技能换光。这个是他的水龙卷啊，完了！我操！你还能还知道一分身啊？直接累了，开大绝了！我操！这个风是飞的，我操！我操！一个挂机这么麻烦，打个挂机打这么辛苦啊！打挂机比他们打那个不挂机的还难。这个挂机率有50%啊！敌人敌兵今天啊，挂机！耶，有，弹起来了！哦。五，这速度好快啊！他放二技能速度很快。我先不过去了，有毒蛇区。我哈我哈！直接砸死他！中国佐助，他叫中国佐助。啊，不叫中国天天。我这速度快。死了啊！这样死了啊！其实再打好一点的话，应该也可以解决掉他了，对吧？这哨卡好像我还是用不惯，好久没用啊！就等他过去，他过去，其实还会稍微有点卡。被电死了！玩哨卡就是要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找到一个机会，然后就铲他的。戦闘开始！他也有炸。一套下来连死了。还是蛮快的嘛。
服用，到了下忍呢就忍者就都不一样了哈，一下都升级了，感觉都变很强悍了啊！来一个丁次哦，一个壮汉，楚木也是个壮，那种体力啊，暴力型的。哇哈！哦，快跑，跑不过他。想拍我，又很气了，他没用分身啊，他干嘛不用分身呢、啊？小木，看我能不能灭掉你！我操！哇，糟糕了，要给他大，哎，他不开大。开大是他的事啊！我操，这个连分身用都没法用。你不用，我用，我才不会那个，不用舍不得一起带孩子，下面一个右就把我打了。接他好几次开掉大，直接把我捅死就够了啊！跑掉了啊！你跑掉啊！这个换二技能，只要没打到他，很容易给人从背后偷袭啊！戦闘開始！哎我擦，你可别跟我散路啊！顶死你！哎，他要惨到了！直接轻松解决这个右，这家伙用的不溜啊！要是很溜的话，早就给他压下去压死了。你看，现如今直接打到下忍就有这么多高级忍者。右啊，蟹啊什么的，昨天因为网友正好也是打到下忍，基本都是高级忍者一大堆啊。戦闘開始！我操，我都没分身没出来啊，玩了半天没出来啊。捡走了。他有大不用对吧，我才不会舍不得扔大的，有大就扔，反正招能连得起来的，先躲起来。哇痛，好痛好痛。我靠！哇！你还不用分身，别搞死了！这把有点难度了，哎，打这蝎的话，我就感觉哨卡挺麻烦啊。刚想踢他，他直接给他电了啊！没事，我操，他这人好像后面也能打人。我操，死了是吧？我靠，又有这个鬼！
这家伙这么好的，又有那么好的召唤是吧？这个没法打，冲赢最多可能就把他打败一下啊。后面一个鼬的话有点难度，不过好像还有个大蛇的啊。戦闘開始。軍師大爆破。鼬。直接给他搞起来。接上。啊，解决了，一个大加一技能二技能连起来，基本一套搞定他，但他连反手之力都没有。一人不及护 S， 什么屌啊，什么女名字啊？暗夫右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角色，吉文丁次主要是他的他一个霸体啊。哦，还带狗的，我操，就给他绑起来了，那个整体的灯了，省得他到处乱跑是吧？哎，还能结起来。哇，我操，搞到直接电他了啊。哇，又卡了一下，看看方向没控好啊！我要是想回头扔个一技能，他怎么一下子往回往方向扔？这把有点亏啊！死了死了死了！我操！只有靠电他了。不跟你靠近啊，再电他一下就可以了嘛。我刚电出来就死了，竟然被一个吸血虫打败了，没辙。我就电你了，还要靠吸血，不靠这个春野樱，能不能往回败一局？你吓不吓他？哎呦喂！远点，糟糕了，他开个大就死翘翘了。还好就把他敲死了，最后一个木又不知道能不能打得掉，有点难度啊。他的分身加他的喷火挺痛的。哦，躲过。我操，亏大了！对吧？亏大了。我以为他分身好像用掉了，然后好像没时间。刚才算错了啊，应该多打他一下，让他分身先骗出来。但是他又喷火，没办法，他远距离不好打他，只要被吸血虫那个搞死两个，不好打。
戦闘開始。やあ、それ。それ。得戳他一下，哎呦我擦，没打到，死了死了死了，被他喷死了。不过还好，让他浪费两个召唤才把我打掉呀。嗯。戦闘开始。靠，三个召唤都扔出来了。哦、我跑得好快，这个动作好帅，直接开大招的瞬间秒掉他、啊、你也是电，我也是电，看谁电过谁。哇，那上面真真只能任我蹂躏，又有点卡了，心要右边一格了、啊。搞、哦、什么？突然一下子卡，一下子卡了、啊，烦死了、啊。戦闘开始。卡了一下子卡，卡的走路都不稳。我操！直接在天空被他踢上去。两个都很谨慎哈、啊。我操，这样他都保护啊！太假了。还好能把他解决掉。我、哦、滴答啦呀！我去，这怎么打？哨卡也不，哨卡打滴答好像不好打，他老在天上飞，还有个阿斯玛，这个少年带土也是比较麻烦，跑来跑去，小个子都很难跑哟，跑来跑去就感觉很难捉到他的样子。先占领一定的范围啊，看他不敢造次。我擦，这都没削到他啊！擦，我抽边了，抽边了，抽边了，是吧？哦、这东西都运出来，最后一刻，你要不然先消掉，保证我的赢啊，保证我能稳赢一局。嗯，这迪达拉怎么搞呢？先扔个炮弹在这里吧，最起码先可以把他蜘蛛挡住，对吧？我擦，这么快就掉下来，啊、死了死了死了！哦，我的招棒啊，什么鬼都没打到就叫做喷死了。哎，迪达拉老师一定要硬闪。跑得真快，这蜘蛛很讨厌啊。又扔蜘蛛，然后这个哨卡根本没有东西技能可以挡住他蜘蛛的，我操！跑得真快呀！
打不到他，我烦。抢不过他了，我操！这家伙真烦人，抢不住他了。这哨卡根本不行，打不了天上，只能任由天上的能力了。你再跑，你再给我跑一个！把他打下来呀、啊！我操！死了！还好！那我炸过去都敲不到他了啊！等一下有技能再过去。啥？死了！没法打呀、啊！他东奔西跑。看到迪达拉这个智能，再打一次差不多了。雷果。这个证明应该会好打一点吧，就起码没有能像迪达拉那样的天上飞的啊，操都操不了。你这证明是怎么连招啊？咦？不是送死吗？他有分身不用啊，刚才碰了我一下对吧？碰了我一下有分身用的。居然带着楚平打得下来了。这个时候用分身，别开大，那你放啊。螺旋丸的机会都不给了你。戦闘開始。起爆！それ。先扔两个锤子在这里。定时炸弹啊！哎呦，哎，这个锦野啊，能连我啊！差点炸的。我操！算了，就打到这吧。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赞。